我们要关门了，干嘛？干嘛？你进来，进来。你打烂箱子没有了？来，我们进去，先进去。干嘛啊？敲什么门啊？别哭了，看看里面环境。我告诉你，你很高兴吗？很期待吗？魏小贩，走开，走开。他为什么要哭啊？你穿上爸爸了吗？没事了，别那么生气啊！我才不管啊！勇敢一点！我不跟你，你跟一下吧，没事的。我怎么相信你？你相不相信我？相信。你看见我，有人相信我？没事了啊！来来来，你有没有纸巾啊？有没有纸巾？给他擦擦鼻子，有没有啊？卫生纸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用过的，没有用过的，来，别哭啦！哎呀，来来来，擦干净，很脏啊。那我们进去里面看一眼好不好啊？冤不？我们就进去一回啊，你就还一下再进来 ，OK？ 等一下见 ，OK？ 他为什么生气呢？我觉得等一下他就 OK 了。你刚刚为什么没有开门啊？我以为是坏人来了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是谁。小孩不是坏人。啊，对，我先跟你们道歉，刚刚那么凶，对不起啊，你们能原谅我那么凶吗？哎呀，我已经原谅了。哎呀，你真的太好人。我也是原谅你了。你们真的太好人了。那我要不要跟康康道个歉？你觉得？对。有必要吗？有必要吗？那我去道个歉吧。康康为什么你不进来？进来。康康里面有好多人，很好玩。进去嘛。叛徒。我不是啦。是。我是一个很可爱的姐姐，你看我多美啊。对，好好看呐。好好看呐。我觉得你爆漂亮。爆漂亮啊！你真的有眼光啊！我漂亮吗？哎，你看，大家都说我漂亮。她比是一个女孩子，她也漂亮。锵锵，对不起，不用生气了，我都道歉了。那，我刚跟你道歉有没有啊？原谅。啊，她原谅我了，我们一起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原谅就好了。大人都会做错事的嘛，我现在向你道歉啊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乖了 ，OK， 那不生气就好了啊。来来，我们进去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我们进去啊，看看里面。我看了里面房子都是人，你给我们家。不哭了，康康哥哥又不是胆小鬼。走，那这几天呢，大家都跟着我啊，都要听我的话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啊，都要乖。等一下，我就领着队长康康，去看你们房间弄得怎么样，行不行？行。停！好重，超级重！我的肚子都受不了了！我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大朋友看不动了，我看不动！好重啊！你看康康哥哥多厉害，你帮他去拿。好，这个不重，不重了。真的很有很多滋味，还有很漂亮。谢谢。康康太厉害，康康真是真的给你走走错了，这里康康，走，莫姨加油，加把劲，啊，我这是把全力的劲全给用没了，全力，加把劲，这个，对了，这是圈圈的房间，圈圈的房间是你留在这里收拾。
像 I voice。今天妮妮就跟我一起说笑吧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，我的房子真好。我先帮你铺一下那个。搬书是这儿吗？哎，哪儿是搬书？那个阿姨，铺一下那个。需要整理床吗？好，我帮你整理。轩轩，谢谢。进来来，该收拾我的了，我自己收啊。我来拿枕头。哇哦，哇哦，果然是最干净的。好，给你们放下了啊，你来收拾一下啊。哇哦，哎，这不是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坐下来，我们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一回，我们说说话好不好？你对我开始的感觉是不太好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太凶了。太凶了，把你脾气弄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是不是有点太丑了？这种感觉，不喜欢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感觉你要不要吃鱼？我像个老奶奶，像吗？你们觉得？不像。像什么？特别的漂亮。你能相信吗？可是你的脸，你都有老人斑了。我有老人斑，在哪里啊？那小的老人斑。有小老人斑了？我觉得你这个是有点还吓人吗？不吓人。我们现在好。你的头发比较吓人，你卷那么多。对呀，我也觉得不应该卷那么多的。那你为什么卷那么多？因为头发要卷起来好看嘛。那你要去帮忙去照顾他们呢。等一下，也饿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就可以了啊。我想摩擦。吃饭时间喽。痛吗？不痛，好玩，跟个按摩机一样。要卖鸭子吗？你要卖鸭子吗？拜托嘛！嘿嘿，这个鸭子可以免费送你一只。我不要了。贴纸它会保护你呀、啊。可以送你一只。你要钱吗？你要钱？可以送你一只，你要吗？不要。走吧。奶奶，你要鸡吗？你要鸡吗？好，你要鸡吗？你要鸭子吗？你要鸡。好。你要鸭麻子吗？好。你要买鸭子吗？阿姨，这几块了？哈？50块钱一只。50块。50块那么贵，50块钱啊，那20块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给你。我们有20块钱，拿到钱嘞！我拿到钱，我们两个都有钱了耶！要鸭子吗？20块钱一只，有一只是爱心的，有一只爱心，我们把那个爱心买回来。啊，这只。爱心的。我也要一只。他们长大，他们会跟人一样变天鹅。变天鹅啊？
天我会保护你的牙齿，呱呱呱。你有钱吗？给5块钱吗？可以。你要20块啊？啊，给贵。多少钱一只啊？20。那我给你买两只。哎，干嘛？好吧。好。你以为我发财嘞？1张，2张，1张、2张、3张，12张，13张。哎呦，房租钱够嘞！你有7块钱，我有7张，我有13张。看来今天赚多钱了，16姐肯定高兴。我们一起好不好？嗯，不用，我帮你拿，你拿10。好。我怕，我很怕。妈妈，妈妈。慢点，我也是扶着你。我上了，你可是慢点啊！下坡的时候最好慢点，绕着圈走。一个东西可以绕。挡什么路啊，小 baby！ 啊，你太紧了。我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。你要买鸭子吗？他们鸭子要喝水，哎，他要喝水，还要喝水吗？全倒了，他们在玩水耶。妈妈不用叫他，他就会。没事，给他喝水。他们湿掉了啦。嗯，我们把它放回去哈。好了，跟你回去，跟你的好朋友。好了，出发，买鸭子去喽。买鸭子吗？1只鸭子20块钱。有一颗鸭子死掉了哎。嘿，活着呢，活着，可是他在睡觉哎，在睡觉。站不住了，你把它放地上，那能站吗？哇，这只鸭子真的死了。要死就直过去。好，那我不卖鸭子了。知道你很难过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是不是你跟我？我已经弄死两只了。你已经弄死两只鸭子？我家里也有一只，它跑掉了，被猫吃掉了。你以前也养过一只鸭子，然后不小心鸭子就死掉了，被猫吃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很难过，对不对？我喜欢它，这有只爱心的。我喜欢这个鸭子，超级可爱。他们还咬我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他们长大，他们会跟人一样变天鹅。变天鹅？鸭子已经活了，它动了。哎，鸭子活了！他说鸭子活了。
这个它就会张起来。你们轻点捏它啊，怎么？来，慢慢。加油鸭子，加油鸭子，加油鸭子。帮这些吹一下，帮这些吹一下的，好。还有一点点哦，哎，它在动哎，哎，它一动，真的是跟你保护阶段又能活了，它活了，它活了，它活了，已经又能翻，把它给弄干，然后让它活就行了。好的，还要保护它们，保护它们好，让它们活着。好的，你们放心哦，整个台里跟小大哥，走走吧。康康，妈，说吧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阿姨这边。你是不是非常害羞的一个小男孩啊？其实是害羞，我知道你害羞。其实嘛，你应该经常对他表达你对他的爱的。我们不要害羞，好吗？所有者经常都想去表达对妈妈的爱，只是没有机会。现在长大了，想说也没有机会说了。太害羞了，爸爸我爱你，爸爸我爱你，爸爸我爱你，三明，安宁。嗯，爸爸怎么舍得让你一个人睡？嗯，这是爸爸给你做的。爸爸今天做了好多的事情，你看爸爸穿着运动裤去砍竹子，砍完竹子以后，从竹子上片下来这种东西，给你做的，这叫竹球，知道吗？